镜头转来咱国内，国民党第十一届立委蒋锡炎日时开始，连续三天伫咧花莲举行，而且进行闭门会议。立法院长韩国瑜鼓励大家做出政绩来回应民众的期待。生旦净末丑，神仙老虎狗，你们产生方式不同，你们的挑战也不同，大家对你们期待一样。不管你是怎么来的，爬进来的、飞进来的、跳进来的，你只要是立法委员，人民对你就有期待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会前表示，民众关心的民生法案是会议讨论的重点，也一定是优先提出的法案。然而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希望当选立委提出政策，人民对新国会有新的期待，也是大家共同的挑战。